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Alderman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玩这款游戏呢，叫做《还愿》，是一款恐怖游戏。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《返校》呢？哦，《返校》这款游戏之前在这个 Steam 上面上市之后，非常的火红哦。那是曾经有一度到全球第三名的样子吧。那么呢，这个算是我们的台湾之光哦，能够让我们这个台湾的游戏呢发扬光大，这个全部都。全部的功劳呢都是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赤足游戏团队哦。那如今他现在出了第二款游戏呢，我怎能不给他好好玩下去呢？好，虽然老头呢，其实返校老头只有玩过试玩版而已哦，不好意思。的确啦，真的啦，这个赤足游戏真的蛮厉害的，他可以做到就是，你看这个画面，看了之后有没有感觉像是自己阿嬷家的感觉？然后又看这个 BGM。我是很少有在一款游戏里面玩到就是自己熟悉的一个那个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我不太会形容哦，就是这种一个亲近的感觉啊。当初玩试玩版在玩那个返校的时候啊，是有感觉到那种就是当年的那种感觉。那如今现在赤足的第二款游戏啊出了这样子，然后又 3D 画面啊，真的是不玩不行了，真的。好不好？好好支持我们台湾的游戏。我们现在呢，就来玩一下我们的还愿。你今天还愿了吗？还好还满，开始新游戏。开始了。对了，老头其实很少用这种方式录影，你知道吗？有点不太习惯啦。就是有视讯镜头这样子。哎呦，我一开始是这样，怎么回事？哇！报纸，哇！你看这个好古早哦，我看到百科大全。然后这是谁在切菜还是什么之类的？我说谁在看电视啊？我靠，这个字幕，我还在看电视啊，老婆。今天我买菜的时候遇到楼下的贝贝。是。真的最近很晚回家。看好古早哦。那是学坏。学坏了。我们家美心。美心不会这样乱跑。我女儿是美心，是不是？哇，看到这样的画面，真的觉得好有亲和力的感觉哦。不过今天主要想念的阿嬷家，美心在学校又跌倒。学校跌倒。你不要又跑到学校跟主任反映哦。不会，我只会跌跌撞撞才会长大嘛。我只会把那个地板打爆而已，没有了。下次提醒我买点水果送给老师，他到老师那边就整个人都变活泼了。我觉得变活泼了，这就是功德。功德啊，有什么电视一直也演同样的东西啊？澎湖地区、金门、马祖啊，那报新闻气象了。你看这种电视，我以前阿嬷家也有，超屌的。越来越近。怎么了？怎么突然觉得有点不太，有点怪怪的啊？总算是有回报。总算是有回报。What the fuck？ 怎么了 ？Oh my gosh！好了，剩一道菜就可以吃饭了。好哦，剩一道菜就可以吃饭了。所以美心人呢？哦，美心，美心，美心在哪？不知道。美心在哪？哇，还行。听说超恐怖的，是真的假的啊？没关系，我看就知道了。场景切换，然后我的手感觉就像是想摸捏捏摸不到这样子，一直在幻想那个触感有没有？抱歉，不要理我，正经一点好不好？老头，你那时候都不正经，真的是受不了。这什么？一张美心的涂鸦，那这个蓝色的一定是我啦，对不对？哇 ，so kawaii， 立方的照片，立方的独照，旗袍闺秀，那是念闺吗？抱歉。好哦，检视文件。哇，哎呦，要求，他妈超逼真。等我回神过来的时候，已经变成这样子了。关掉电视机，我们去看一下厨房的老婆在不在。傻小。
红龙招财与吉祥的宠物鱼，好哦。我一关电视，妈的！哎、欸，不能关了。看，这是超诡异的。看，哇，我的天哪、啊！我去看一下浴室，这是浴室吗？厨房。看，是谁有这种胆量？哎、欸，开个灯，开灯，开灯。外面在下雨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我们家里的灯在哪啊？电灯没有哦。Oh my god! Hello! 哈，长颈鹿板子。哇，我这样子保守估计，我大概应该有个1116170左右吧。1987年10月7号，哎、欸，再过一天就是我的生日了。好，各位观众，记住林北生日了没有？记得送我礼物，谢谢。哦。1987年哦，哇，超久的耶。啊，对啊，这个故事发生在1988左右嘛，对不对？这个背景，故事的背景已经在那个介绍叙述里面已经讲过了。然后我好像不能跑步，我只能用慢慢的走的方式。哇，这就是那种古厝有没有？古厝。哦，房子，什么鬼啊？什么卫生纸卷？打手枪打太多了是不是？开门，出去。哈？这个做法根本就是 PT 啊！哦，不要说什么，大家说什么啊？这个就 PT。哦，我就觉得这个做法真的很赞啦、啊！哦，没有不好，哎、欸，我没有要吐槽的意思。我是觉得说他这个做法呢，其实是，目前我觉得恐怖游戏的基本款哦，嘿，让你觉得有一种鬼遮眼的概念，然后一打开之后，哇，这个照片，嗯，太美丽了啊！为什么？哪有人的照片相框拍照，然后呢，把男生的脸遮住？如果我是这个里面的男生。或者是我们这一家人的其中一员，我会觉得我照片要重拍。对啊，这样子谁会想要挂、啊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美心跟立方，立方是我老婆啊。啊，立方是我老婆啊。Hello， 你好吗？衷心感谢，这种再见，期待再相逢。Hello， 你好吗？美心的房间打不开。Oh my god， 不要那么安静好吗？来点欢乐的气氛。浴室门锁起来了。干，只有作死才会去开门。好，我开了，对不起。哦，红色的雨伞，拜托可以借我撑个伞吗？天哪、啊，后面应该不会有什么东西吧？嘿，非常好。Hello， 哎、欸，借一下雨伞哦，不好意思，傻小，高跟鞋，这个是，操你妈鸡巴，嘿嘿嘿嘿嘿嘿嘿，哦，你shit。干，我偏要往黑暗的地方走，行不行？不行，死路一条。妈，吓死人了。其实，哦，我不是很排斥 jump scary 啊，哦，就是那种贴脸惊吓，但是不要太多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可以不要太多吗？虽然我已经司空见惯了，好不好？1980，猴年。欸、我已经司空见惯了。1980，富贵。好，按 T 打开道具栏，使用道具。Open。Hello。Oh my god！ 现在是我们这个家全部被搜刮一空，是不是？署名寄给我的牛皮纸袋。我是刘玉。刘玉。
倾听我的心声小语。是否有过踏进熟悉的门中？你们在靠腰哦！你现在是在故意戳中我的心这样子吗？这是朝夕所处的家，但你就是知道，不知不觉变得好陌生。好陌生。走星光红毯的照片，上面有许多剧组签名。假装是家，找到一个陌生。闭嘴啊！假装是爱。所以说，这个我老婆是明星哦。我老婆是明星。我老婆是明星。如果把这些星照挂满卧室，她应该会很开心吧？使用道具。这不是这样用的，哦，把它放上去啊，哎，使用，不是这样放哦。宝岛艺文奖，谁得奖啊？为我自豪的记录再添一笔，瓷碗，我老婆是个明星。我老婆是个演员，结果她现在已经搬家了，哇，仿佛又回来了这样子。什么？一些影视编剧作奖，我是导演，剧本新居入处，丈夫手捧着一盆栽置于新居窗台。丈夫微笑，人们说玉香花体贴高雅，就像我们的孩子一般。妻子说：“你可知道啊，孩子还在肚子里，早点将屋子布置好，我们要早点开饭，免得花还没开，汤就要凉了。”哎，特写夫妻俩一同布置新居，在新墙贴上妻子的挂画，木柜放丈夫的工牌。然后最后将碗筷上架，原先空荡的幽居顿时多了一份趣味。打点这三样家私，丈夫回到厅堂，发现妻子准备替他准备一份礼物。所以说，这就是我刚刚捡到这些东西，把它归位哦。然后这算是一个脚本，是不是？我是编剧这样子。哦，8月8号。刚刚是1987年，怎么又回缩到1980年？所以这是一个7年前的故事。所以说这是我7年前刚进来，我们美心还没出生是吗？才刚搬进来，不是空荡荡啊，是刚搬进来啊，是不是？又回缩啦、啊。哦，厨房，超级古早味，蛮赞的。所以我们现在是刚进来，新居入住，新居落成。然后这是美心的房间，现在还没有让它变成房间，就是一个仓库的概念。哦，就是我们才刚搬进来嘛，我们小孩还没有出生，所以说呢，哦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哦，这个是厕所，然后这是我们的主卧室，老婆。我放上您的话了，老婆，放完可不可以？我可以放完吗？嘿嘿嘿，我这样子给它挂上面，这样子有没有？插住，放上去，放。哇哦，立方吸引的海报和唱片哦，他是歌手，结婚后他就再也没有这样拍过了。他是结婚后就不当歌手了，然后。复唱复随啊，是这样念吗？哦，人本多情，还有主题曲哦，心心相印，紧紧相哦，不是那个是背叛，对不起哦，天涯伴你行，哎呦，三小，你看为什么我的脸都被扭曲掉啊？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？Hello。前面那个，我的脸都被涂掉了、啊，都不告诉我长得什么样子、欸。啊，我的碗筷要放哪里？这边没告诉我碗筷要放哪里啊？放桌上？我好像还没放桌上，是不是？
应该碗筷是放这里吧？啊，放。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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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巴哔哩巴嘣嘣嘣哦，好了，哎呦，三小，要讲 scary 吗？我靠！喂，靠北我的闹钟啊！不要在那边买买买，好不好？让我把我的闹钟关掉。闹钟 gank 每日加一。哎、欸，关一下闹钟，不然的话我会吓到，我会怕怕。这是什么？舞者装饰用的拉糖娃娃，取得。Oh my god！ 哇，这个是我们我老婆在唱歌。哇，是谁？谁？什么礼物？香烟吗？啊，是游戏网卡。这是游戏网卡吗？正版的青眼白龙？哎、欸，不是啊、哦。是打火机吧？使用打火机。哇哦！哦，送这个高级打火机给我，这是我们美星是不是？1980年8月2号，哎、不，八月不知道几号没写，我这上面一大堆笔记，超棒的，赞哦！怎么？亲爱的风雨，我叫风雨。这是你一直很想要的打火机。这几天搬家果然累，累着你了，好好睡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会支持你。父亲节快乐，老婆。老婆，我有打火机了。哦，哎，这不是以前那种古早的那个按门铃吗？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了，吵死人了。谁啊？干，我出来了，放我进去。妈的，我死定了。我觉得有点我觉得有不好的预感。Hello， 你为什么不肯睁开眼啊？我有开眼啊，我还开屁眼呢、欸。七彩星舞台，哎、欸，这好有点印象哎、欸。怎么变虎年了啊？1986，猴年是1980嘛，对不对？1986，信箱，1986，虎年，开，虎年开，又回来了，那是我吗？看见了我自己 ，Oh my God！这个是纸人偶啊 ！Holy shit！ 香烟，白龙，对文字工作者来说不可或缺啊！抽爆，抽好，抽满。林北要不要还哈一根？还是算了。哇，这就是那时候我们在一起的种种回忆。啊，这个是那个联络簿，75年2月24号星期一，国一生词，啊 ，P7到P8功课啦，哇，好怀念哦。然后以前签名的时候，有没有不想给家长签，我还自己签，然后后来被发现被爸妈被妈妈他们揍这样子。今天我整理了我的房间，爸爸帮我把所有玩具都放进去。我的房间里有很大的床，可以在上面玩家家酒。师长提醒，房间要自己整理。哦，那帮不会写，还用注音有没有？字体算工整。老师叫陈怡君。哦，国文95分，数学97。为什么签就写一个字度？杜风雨，所以我姓杜，是不是？
好哦。嗨，你好，为什么里面没有鱼啦？里面的鱼呢？哎呦靠！要吓死我了。Hello， 为什么这个水是红色的？老婆，老婆，你倒说说。哎呦，养了多哎啊！老婆，你说说为什么变成红色的啦？哎，不好意思呀、啊，不好意思。What the fuck？ 你为什么要拿菜刀 ？Holy shit！美西，我来啦！半家家酒的小椅子，节拍器，节拍器，好，非常好。他在那边，好。干，你老实，不要闹哦，不要闹哦，我要去卧房睡觉了哦。来困，来困。美西，哎呦，吓一跳。嗨。立得拍，这还有想到我家里以前有一台，然后拍都偷偷用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拍出来那边甩，哎、欸，以前立得拍很高档哎、欸，然后洗出来的照片那个底片超贵的，忘记多少钱了。有吗？记得我曾经有一台立得拍相机，嗨，拍照哦，陶瓷娃娃，半家家酒的陶瓷娃娃，取得道具。完蛋了，我觉得等下有事情要发生了。那莫伊西啊，莫伊西，莫伊西，打扰了，打扰了。我觉得他妈一定会站在这里。Hello， 我把美心娃娃放回去哈，不好意思啊、喔。哎、欸，他应该是要放在这上面了哈。哎、欸，我感觉得出来。完了。使用道具，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哦，哦，坐上去了，坐上去了。哎 ，man， 抓周，哦，抓周就是那种婴儿，好像满一岁的时候，就会把一些相关道具放在前面给小孩抓。小孩第一次抓的话呢，就可以知道说，第一个抓的话就可以知道说，他将来可能会成为什么。哦，比如说什么笔抓出什么笔墨纸砚、算盘、锄头、印章等也有相关物品的谐音，如算代表会计算，聪代表聪明睿智。啊，孩子的发展方向对父母是哪一大事？现代人重视学前教育，好的兴趣专长应自小培养，以免输在起跑点。是的。嘿，输在起跑点，所以说他俩丢阿姨，台语怎么念？抓周，哎、欸，抓的什么呢？啊，结果抓不好了，抓到了什么棒棒这样子，完了，这个小孩子长大一定是一名啊棒球选手。想什么？就棒球选手哈，不要在那边。除了唱歌，美心也喜欢在纸上涂涂抹抹。是什么？歌王蜡笔，我记得不是叫丝王吗？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卖那种彩色笔的，什么丝王彩色笔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这个桌子我以前家里有、欸，很像很像。钢琴，好了，我要出去吗？我靠，这也太多了吧！你是有什么毛病？咬我啊，笨蛋！完蛋了，我死定了。What the fuck？ 哇，阿嬷的厕所，这两只手掌是干嘛？这让我想到某一种 SOP 流程，感觉好像哪里看过似的。哎、欸，超怀念的哎、欸。钢琴部，每天练习钢琴用的乐谱，取得道具。不要在那边 jump scary 哦。他妈的，最好是不要给我这边讲 scary 哦！哦，来，原来我们美心最喜欢玩音乐了，给你，不是这样用的啊、哦！我知道了，放在这上面弹钢琴，
噔噔噔噔，哎，不见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 ，Happy New Year！ 这是我们家的美心，哇，好可爱哦 ，so cute。So cute， 我知道在干嘛了，放这里。噔噔噔噔，哎，所以说我们美心十八般武艺，会跳舞，又会画画，又会什么忘记了？哎呀，十八般武艺，哎，哎呀。跟妈妈一样变成大明星，哎呀 ，Nokia， 哎，嘿嘿，哎，就是寄望自己的小孩可以多才多艺啊。妈妈是明星，小孩压力背负重任，七彩新舞台，七彩霓虹，七彩光，嘿嘿，电视拍一下，哦，以前都会在拍电视，有没有？四海同胞喜欢唱。小明星，全国高手齐聚一堂。你来唱，我来唱，台之上定见真章。欢迎收看《七彩新舞台》。这个应该都是后面录影的吧？这个就是要做这个古早味哦。还是说这是真的以前的那个舞台画面啊？干那真的呢？啊，无啊，哎呦。我们的美心好可怜哦！哦呦，太小啦 ！Hello， 弄啥？哦，又来又来又来，又来了 ！Oh my god！ 过来啊，过来啊 ！Hello， 不要又冲脸脸哦！有时候不太敢往后看，你知道吗？没事没事，还好，我不知道什么，我这次居然躲过了，这样 scary， 波代机波代机，你以为这样吓得倒我吗？一颗球而已，哦，是不是？是不是等下球丢过去又会飞回来啊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墙壁上面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小孩子的心。心境，这是我是不是？然后这是美心，美心被摸头头，这是谁？打针的美心，妈妈拿菜刀，兔子，哭哭哭，棒棒糖，看不懂，反正这是小孩的心理。心里一个画面这样子，手术中，这意思是小孩子出了什么事情？手术吗？镇痛贴布？嘿嘿，啊！然后这时候叙述是1985年，我们刚刚是1986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在1985年的时候，我们美心手术了，牛年。做了手术，这样子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哦，我们的美心渐渐的长大了，你看，她现在已经到了120公分高了。然后小孩在哭，口罩代表说有长期在医院出入。1986年，我们的小孩生病了，你在考啊，小小伤病通知单，贵家长您好，三年丙班同学杜美心，今日期4年3月18日11时45分，因呼吸困难至健康中心兽医急救。呼吸困难，老头以前年轻的时候，老头。去年的时候，
哦，老头去年的时候，哦，老头还很年轻，哦，老头去年的时候呢，也是有气喘病发作，你知道那种很难过很难过，睡觉躺也不是，坐也不是，你只要稍微走个两三步，你就喘得跟什么一样。你唯一能够让自己舒服一点就是斜躺。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那种气喘过的那种症状，哦，那个气喘真的是很麻烦。那时候真的很痛苦啊，然后以前早期的健保卡是有甲乙丙丁戊己的，以前健保卡是这样子，你盖完背面六个再换一张，我好像是从，欸，不是甲乙丙丁，是 ABCD， 我以前好像是三个月换一次吧，我的那个健保卡从 A 可以盖到 H， 是不是以前老头身体不好，体弱多病，哦，所以说我大概他就以呼吸困难，我就马上联想到以前年轻的时候，马上联想到半年前的自己得了那种病，不过现在好很多了。哦，请家长呢宜于近日就医进一步检查。好，哎，太多屁话了，非常好。哎呦，哎呦。好，我都很喜欢来厨房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哦，台风天，原来今天也刚好是台风天。我们去看一下美心好了。要洗手才能进房，因为有病菌是吗？啊，我还要去洗手，那我要去厕所洗手。